今天再来跟你分享一下空气舒芙蕾的另外一种操作方式，保证让你一看就会。首先准备四个鸡蛋，蛋清蛋黄分离，蛋黄加三克盐，搅拌至有点泛白。蛋清下20克白糖，滴几滴柠檬汁或者白醋可以去除蛋腥味。这个蛋糕不加一滴面粉，全靠打发蛋清来支撑。我更新了700多道菜，不知道吃啥做啥，记得点我头像旁边加好收藏，学到就是你赚到。打发至牙签能够立住，把蛋清和蛋黄轻轻的切拌，记住这手法很关键哦，千万不要用力搅拌，不然会消泡，就没有效果。模具要提前刷油，再倒在里面，烤箱140度烤30分钟。有人说没有面粉你也能做蛋糕，简直是开玩笑，蓬松暄软，跟棉花一样轻飘飘。我的美食就是活菜谱，别错过哦。